你好啊，我是李家国地产九龙豪宅区哈蒲街分行 Cyrus。我哋而家去带大家参观一个又一居，实用面积是771尺，三房一套，连埋工人房嘅。我事不宜迟，而家带大家去睇下。呢个单位是向东北嘅，入口是长方形的客饭厅。单位的装修保持得相当之光鲜同埋整洁，俾人嘅感觉相当之舒服，间间都好鲜明，相当之好摆位。客厅的左手边咧系主人的套房，而前面咧就系主人的套厕。另外，发展商咧好细心，喺门口后面做咗一个收纳柜嘅空间，可以见到非常之实用。主人套房出翻嚟就系客饭厅，可以见到咧呢度系用晒呢度所有嘅空间，所以我哋会称呼呢度叫做织网。而客厅嘅右手边咧就两间睡房，我哋而家不如去睇下比较细啲嗰间房。呢间房嘅景观咧系望住楼下嘅花园景。而兩間睡房的中間就是客廁，去招呼朋友來這個單位都非常之方便。不如我們現在去看看比較大一點的間房，這間房的景觀呢是跟客飯廳一模一樣，非常之開揚。我們現在不如介紹一下一個廚房，廚房就方方正正的，右手邊有個凹位，剛剛好可以放到個雪櫃。廚房的旁邊就是工人房，連工人廁，設備相當之完善。單位都差不多介紹完了，不如我們講下這個住宅的設施。它有兩個會所和一個網球場，最優勝之處就是去鄰近九龍塘地鐵站，走過去都不需要8分鐘，還有它旁邊是有一成，所以非常之方便和便利。最後呢就為大家送上這個單位的景觀，希望大家細心地欣賞，多謝。